杨鹏最终形态4.0。今天把这栏杆这里又加强了一下，还有我有点汗。我们这边还要继续加密，因为昨天换了栏杆之后，这个二和三中间原来是没有的，但是这个羊它一激动就钻进去，小羊的精力比较旺盛，所以我们在二和三杠之间又加了一个，貌似看起来不会再试验一下。你看我们中午加的这个栏杆后面该进不去了吧，进呀进，不进去啊，嘿嘿，进不去，怎么样，进去，没有问题，看到了吗？快看，有只羊偷偷闻了没？哎呀，别说，还挺炯炯有神的。这只画了眉毛的头羊，它现在有点emo，正在面壁。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，